我要总结圣诞节的交换礼物，我发现有很多人看错价格，我们收到的通知明就是1000到2000内，可是好像有人收到的通知是10000到20000内，我们拆人家礼物的时候都有点心虚，我真的觉得植物界的人都很爱面子，在耍屌，彰显他们一个比一个厉害。三号，那他真的是观音，来拍一张照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潘潘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。怎么今天看起来这么憔悴啊？打 BNT 第二季啊 ，BNT 的第一季太无感了，然后我就大意了。打完的当天的晚上，我就去走跑步机，走跑步机。然后现在感觉今天就俩起啊，所以状况不是很好。那现在这边在哪里？这边在12天之灾他们做的温室，然后之前就说可以过来交换礼物。那这次的交换礼物的主题呢是植物，可以是蕨类，然后可以是观叶植物。那刚好那个朋友阳台养了很多蕨类，然后我就去他的阳台随便挑了一颗我觉得很漂亮很健壮的，然后我就把它砍下来，然后做我的交换礼物。那我要这个，好，决定的很快。那你要那个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决定好了。他们现在把外面弄得超漂亮的，然后就蛮期待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。不是想访问吗？这边。好，你问啊，你问啊。你为什么会来？你有没有交换礼物？你有没有准备？还是你就是礼物？办第几年？这第一届吧，四吧，四还五吧？你可能问一下老板，请跟我来。没有要跳一下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这边，哎，访问你耶，访问你耶，老板。怎么了？哎，办第几次？办第几次？第三次。哦，我讲错了。这个温室筹备多久？这个温室筹备快一年吧，应该说去年12月的时候弄，12月开始弄，然后从要买地到。弄到现在差不多刚好快一年，还会再继续增加啦，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完善。之后有要对外开放吗？会。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想办法对外开放，但现在里面还没有到很好，所以弄得很像酒吧是之后卖酒。是我们的主持人，哎，主持人，哎，你是主持人，你抱怨一半呢。你怎么会想办这个？我因为我觉得每年一次，然后我觉得冬天要有过节的气氛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。回味那么久，终于又合体。啊，你说我们两个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第一次影片呢，剪超久的。第一次影片是去年八月啊。去年八月吗？没有，我这次影片大概是后年的12月吧。不会啊。选了三个人，然后要比赛上板的时间。像我们这个没有参加活动的，我们可以猜说谁是第一名。猜中的话，他们还会再另外额外给我们小礼物，欸，很大方哎。现在是那个上板比赛，3分钟以内吗？还5分钟？两三分钟，还5分钟？3分钟，太难了。然后我们比的就是美感。老不老，我们晃一下。来讲一下你的评审的标准是什么？美感够圆，要圆，够圆，够圆，够圆。我注重的是圆哦。就是啊，就刚刚讲的雅典啊，雅典要有。那个松紧呢？松紧，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等一下看就知道。老板，老板这边我负责把关，应该是看有没有让我感动。感动。
掌声。好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一二三，好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要抽交换礼物了，说要介绍自己的食物啊，怎么办？我对我的食物一点认识都没有啊。是这个板子。哎，什么？介绍一下小冷的，小冷的。是小冷的板子。小冷的板子。那个圣诞定制款。漂亮的，哎，很漂亮的。OK， 然后换你要抽。直接放回去寄。三号。这瓶呢，就是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水果文明。然后大家都在追寻的一瓶，这一颗是非常超值的，抽到它真的是很开心。好品鸡肉脯肉，来拍一张照，那等下这是挑水，是你浇水其实不用上面浇，你就是水盆补水就好，然后它会自己从底部吸水上去。那这一瓶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就是很受欢迎的一瓶，其实现在大概我觉得你再让它长个3到5页就可以换，然后它其实是蛮好顾的一个曼绿绒。因为我是烂手指，哦，不会啦，不会，这个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我自己在家里养也都是养得很不错。2000呢？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太刷掉了。哎，真的。黄斑洞洞。哎，没有了。你是想当主办单位啊？你。哦。这个是银器的，跟现在一样，晚上的。耶。对。哇。哇。小鱼的三彩爪哇，也很大颗哦，对，很大颗，而且脸很漂亮，脸包得很漂亮，对，早上来我家包我家这颗，它的名字叫做 AKKI， 我其实对鹿角蕨不太熟啦，它是银鹿系列，然后它的冠会冲上来，你看它那么小的时候，你看它的那个，它就是不会包着，分叉就很多，嗯，所以它是高冠类的。然后我抽到我喜欢的观叶植物类，普洛曼绿绒，然后听说很超值哦，对，听说很贵，所以我好怕把它养死哦。他说这颗6000哎，可是我收到讯息是1000到2000的，看我有点心虚。我会好好养它的，我要总结圣诞节的交换礼物。我发现有很多人看错价格，我们收到的通知明就是1000到2000内，可是好像有人收到的通知是10000到20000内，哈哈，我们拆人家礼物的时候都有点心虚。对啊，我们算是比较守规定的，很谢谢他们啊，因为我对鹿角蕨没有很懂。那特别谢谢摄影师，就是让我们在他的阳台随便挑了一颗，然后就让我们切下来上板。那也谢谢小忍提供那个那么漂亮的板子，小忍大哥他自己准备的礼物也有一个很漂亮的板子，超漂亮的，它有弹性哦。哎，对，这个是老板的板材，他有在贩售吗？有，所以脸书搜寻陈玉轩，意是那个顺利的意，那个可以找他订购。那我们出了板材也都会帮你们碳化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嗨，其实除了交换礼物，还有办很多活动啊。那就希望如果大家他们有希望更多人来参加，会啊，他们要说要开放，他们要说要开放是吗？因为怎么了？我们就要办得很好。好，谢谢。你先说，有没有人拿到价钱是10000到20000？很多吧。很多啊，会不会有细菌？一部分的人是发一千两，会不会有人收到通知是10000到20000？没有啦，哪有啦，没有这样啊，不会用那些人来刷掉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今天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要 CP 值高。不是说感动吗？没有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2号跟3号选择。对，如果以感动的程度的话，感动的程度。因为2号的话，他看到他完成，但他不急不徐，他就是要完成他的梦想。他的梦想就是把一颗鹿角蕨绑得很漂亮。然后，你讲得很好，对，他就是心目中二号没有在等，
在他没有在管，他说哎、欸，他完成，他继续。而且我刚好在观察，然后他去绕。二号一开始他直接先把水箱啪。对对对。一号选手刘明宇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在管其他人。对。他是他自己跟自己的比赛。他在自己的 show。他自己的比赛，对。你们其他人怎样我都不管，所以我觉得。他三号嘞，三号。那三号的话，都应该都不是第一次上吧？不是啊，怎样看起来像第一次吗？你觉得我蛮优秀的、啊，我也是觉得我很优秀啊。好，